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棒。我们其他人呢？来找找，再找找。迪叔嘞？哇，这太复杂了。迪叔也倒了，他们全倒，那找找，先等其他人，先等其他人，不要靠近我。我也再多招一点过来，让他们嗨翻天。嗨的不要不要！哎呦，大概还有两三分钟哦，持续不断。二零跟迪叔起来了，有看到二零跟迪叔吗？二零在小房间，在小房间。二零逃出去，波波也起来了。波波起来了，波波是被救起的，所以可以打波波。好，燃烧之路，烧爆你！啊，被打回来了，那么快！摔死你！叫你！弄爆他，弄爆他！迪叔倒了，碎 ！biu biu， 弄 biu biu。biu biu 在哪里？200在二楼。好，没有木一楼放毒气。好，哪里是？好。他们整在二楼，哇！一楼满满的怪耶。哇！一楼超多怪。二楼其实也一堆怪，他也不太能来。20往后面跑，他往后面跑。哇！20在跑啊，他逃命啊。哦，这里是二零倒了，剩米菲有看到吗？啊，米菲躲在木屋破屋后面，看到后面，你有追他，叫他，我叫他了，弄爆他，砍爆他，对，用你的斧头克门砍他，走他，哎，不行，他还活着，他不可以活着，不行啊，是这样，好毒，等一下，哇，弄爆他，哎，你拿，他飞去哪里了？我把他打在，我拿到，你继续变，啊。哎，我连死着，我去烧他，烧爆他，我再招一些牛。来了，直接变，露米，最后30秒了。哦，哈哈。嗯，表在哪里？直接招哦，啊，米菲啊！看到，打倒了，我这就打倒他了。啊！迪叔，我在尸体上面放火。打迪叔，碎。打死了。耶，我们很棒，六，很棒，nice。那克白，我们刚刚怎样对付他们？接下来就要被对付了。好，懂了。来，首先这个我们有250块钱，听我口令哦，跟我走，认真。先跟我走，来，兔子喵，先买牛排，买32个，真的会很饿，好不好？至少32个半组，牛排就是2块钱。嘿，那接下来这里呢有4个武器，你就任君挑选，选一把而已哦，就一把。红色斧头。随便你啦，选一个武器，然后4个磨刀石，磨刀石在左下角，买好了吗？那买几个磨刀石？4个磨刀石。4个。对，那接下来来到这里，有左上角是手枪，右下角是散弹枪，选一把买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散弹的，看你们。那枪的旁边就是它的子弹，子弹就可以稍微买个一点点。适量就对了，适量，对，适量，少许嘛，少许，适量，有个一些就好。那我们先来看后面，那最后这里先来买这里，这里呢买一个甲板，右下角这个买一个甲板，克白赶快哦，没问题。对，然后呢止痛药这边看可不可以买个5个，能够多买也不错，好不好？甲板的话就是你摔断腿的时候你会整个缓速。那就可以用这甲板把自己的脚骨折给弄好。那止痛药的话呢，是右键使用，可以无敌6秒。对，那接下来剩下钱就是随便，你可以多买子弹。土司喵，你可以再去买子弹啊，或是别的，不要让自己最后还有剩。啊，肚子饿可以来柜台吃蛋糕，不要把你手上的食物直接拿起来吃哦。嗯，客官有看到吗？那里甲板买一个，这里，甲板买一个。然后止痛药可以多买几个，没关系，10个以内，嗯，那剩下的钱就是继续买子弹跟食物，啊，这些都不要买，没有，土司喵那些都不要，来，你们赶快花钱哦，赶快花哦，快哦，不知道买什么，就是止痛药那边可以多买，对，因为它是让你无敌止痛药啊，绷带啊，无敌6秒，真的很好用，你如果被围殴啊，或是快要死。就赶快使用止痛药，右键吃一个，对，没错，大概剩15秒，克白，好，没问题，够了，来吃蛋糕，15块，你还有15块，你还没花完，吐司面还1块钱，去买一个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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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去买一个西瓜，分享西瓜，
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十块钱，每一块钱都要花光，很重要。花光光，幸运西瓜。啊，肚子饿吃饱哦，不然进去还是会很饿哦。对。免费这里有蛋糕，免费蛋糕啊，免费蛋糕，还吃牛排奢侈，可买奢侈。我有钱嘛，我就有钱啊，奢侈。来，准备时间结束，我们基本上都在木屋的二楼。来二楼，来木屋的二楼，这边这边，先上去，先上去，怪就你们先上楼，你们先上楼，哎呦，已经、先上楼，先上楼。对，那随时注意自己的血量是在满的状态哦。好，对，那打怪的话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它会掉经验。不过现在怪有点讨厌是那个河豚，河豚会反击，所以不好打，我们就要小心一点。那子弹，我们没有同队伤害，没有同队伤害，对，没有，枪也没有同队伤害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那枪要那个补充子弹的话是按 F。你干嘛一直挥我啦？这个怪物有点讨厌啊，很想砍，有点讨厌是不是？那我接下来都闭上嘴巴，没问题，克白自己生存。对不起，你死死一次，我们大家全部都地死一次。哎，有苦力怕，有苦力怕，小心！小雨后面苦力怕，苦力怕几乎我们就是让他直接炸，因为来回打太花时间。嗯，然后不是拉着要叫别人，对，或者对，你可以拉着让别人打也可以。那最关键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你饱食度随时吃饱，因为很多怪也要回门，很多怪都很强大的，很可怕。那现在主要是那个河豚跟苦力怕，河豚的话就是你打他有机会被他反，那就是那个反伤是中毒的。那你用枪的话就没事，你就也得用枪弄他。那僵尸的话就是走得快，但是伤害还好。好，你有特白跟土司喵尝试打几只怪看看啊？好，好，你帮我哎，我找不到怪。那如果你有武器，好，你们先打几只再看看。耶，来升级。对，会他们会掉一些掉落物，可是不是每一只都会，所以。哦，每只都会啊。如果你有打死。哦。没有，有的就是会只掉经验，有的会掉额外的。哦，有额外道具，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安德怪就很讨厌，就是他打一下，他会随机传送。对他打你，你的头也会扭。啊，血，注意血都要补满哦。好麻烦哦，安德超麻烦的。对，安德也是很讨厌的。哎，传上去了。有传到我们上面这边。嗯，那你们武器耐久？如果减少的话，要怎么补充呢？是把武器放在副手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武器放副手，然后主手拿着磨刀石，有没有很吵？现在就开始磨刀了，哦、对，那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尽量让武器的耐久是在比较偏满的状态。哦 ，OK， 对，它耐久越低，那你的伤害就越低。那打怪一样，你可以利用暴击啊去打，都会比较好。什么时候可以开枪啊？随时啊。你觉得危险的？你可以开个一两枪看看啊，就是练习那个填子弹。练习一下。好。那通常你是买散弹嘛？就是散弹是打近的，就是那种怪物已经贴近你了很多啊，你就直接开枪，或者是像打河豚，它太麻烦会一直被中毒，你也可以直接。对，就可以直接。欸，哭弓很强欸，哭弓很强欸，我被打残了。哭弓很痛欸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要把刀丢出去了。你要捡回来，自己捡回来哦。捡回。欸，木屋一楼要放毒气。啊，一楼没事，我们在二楼。欸，他们换走了，换到外面了。外面，你们直接在外面集合。来来，从我这边绕，来跟我走。小雨带他，你们跟着小雨走，跟着小雨走。好，带他们走，这边走下来。哦，要赶快离开这一块哦，这一块还是会被堵哦，这块。对对对，赶快离开。离开。小心哦！好，来，跟我走。来，大厅，来大厅。这里。啊，救土司喵，没关系，没事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很多那个，我直接开枪。土司喵，你是倒在哪里？在后那个侧边面。你走错边了，你走错边，你怎么走到那边？哎，在哪里？走错边了。你在哪里，土司喵？在哪里？小雨，左或者右？
那你、哦、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也太森林里面了吧！他跑进森林里了哈、啊！你们找到救他，找到救他啊！去去去去去去那个啊！出来左转左转，跟着小黑走，跟着小黑走。左左左左左，这里这里，左转哎！有了，小雨到了，不是，你要怎么走过来了？哎、欸，有怪有怪有怪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有没有像这种危急时刻就是赶快开枪，禁止奔跑，现在所以大家只能走路，不要跑。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对，小心两下 W， 两下 W 就会跑起来。那么电箱在那里，刻板你有几等？我有36等。36等，来这个。脱下衣服，把衣服放进去，你的就会显示，它旁边有显示说可以提升。那我们都是先提升中间那个盔甲，对，盔甲先让盔甲上升。好，那装备建议就是让你衣服、裤子、脚轮流去提升，你不要全部都先提升一个。啊！你现在提升的话，就让你哎，小心一堆怪，一堆怪，先打怪，先打怪。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让装备轮流提升。那个 Lumi 没穿衣服哦，我的衣服在箱子里面。啊，记得去拿，记得去拿。记得把它拿回来，记得把它拿回来。哎，因为我是木屋，一楼就有了，一楼就堵了。一楼，不能进去，在外面。可怕可怕！来来来，大家自己努力加油。目前倒地次数还可以。还好。克白这边都要随时小心呢，因为他像我刚刚说，他会有自动铲怪，有没有？铲怪就是一大堆。看到了。啊，如果怪物太多贴近你，就是直接开枪。对，可以直接开枪比较安全。散弹也是尽量让散弹的子弹是填满的状态。要怎么开？耐久就是他的那个。按右键吗 ？F 填弹。开枪对，右键开。好。右键就会射了，所以你到现在一发子弹都还没射。对。子弹很多，子弹很多，纯子弹，纯子弹，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。没问题，砍不死。这我要砍，我要砍。来，你捡，你捡，你捡，经验，那经验。不能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这就是苦力怕。苦力怕，很可怕。现在很多只苦力怕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土司喵，土司喵，我救，我救你，走开，你走开。他没，他倒是有一段时间的，所以不用怕。那个，对对对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。克白跑，克白跑，克白跑，你跑，你跑，你跑。不能跑起来，不能跑起来！刚刚是躲那个，就是走。对对对，你一直在跑。可以跑了，可以跑了。好、哦，奔跑结束。可以跑了，就苦力怕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你只要看他是有点在看你就，就走，让队友打。对，你就离开，你就远离他就好。嗯。那个红色的方块是什么？炸弹，你知道了，恭喜你。对的，你看到了，你看到了。知道了。欸、小雨给你木板。哎、欸，有怪有怪哦、啊。好毒、喔。电箱那里有木板。Okay、哎呦，这僵尸而已。小僵尸，小小僵尸，可笑可笑啊！经验都是卢米西，耶、yeah! ！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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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尽量吸。哎，先赶快让装备都好好升级，没问题吧？哎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，地上看到什么可疑的就赶快离开，那是他们放的陷阱。不要再傻傻的过去想捡了。奇怪的东西全部先远离。突然出现的都是奇怪的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先离开它就好了。对。哎、欸，猪哦、啊、猪哦、啊，这个推推哦，猪它是很矮的，你要打很下面才打得到，而且它没有鸡腿啊，它没有鸡腿，打起来很奇怪的。鸡腿哦，很烦很烦。你可以用枪或者、哦、这边还好，因为我们就大家彼此互相帮忙，大家一起。你被追就跑，队友帮你打。土司喵就跑，对对对对，有苦力怕，小心后面苦力怕哦。他追路米的，哎呦呦，他忽然间转头，太远了，他会转头。哎呦，小心这个哦，不要踩到，不要踩到哦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他们丢的恶心药水。哦，波波丢了，波波丢了，我刚吐了。哎，安德安德，一堆安德，毒气消失了，怪物来袭，他们放怪。他们放一堆安德啊，这还好。哎、欸，安德还行啊，安德是。哎呦，在野外打怪真的是有点痛苦。小猪好抗击退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可以靠近我们。对，你可以。深海守卫就深海守卫。这可以用枪打啊！我倒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我倒。哎，这个一直。他那个雷射很可怕，雷射很可怕，绕一圈绕一圈，要绕找东西。卢米用无敌，你用无敌就啊，克白。来不及了，剩你了，剩你了，克白无敌。要不然你可以刻那个直接刻无敌是哪一个道具呢？止痛药绿绿的，右键绿绿的，
以克就来蹲下救我们，你可以先救我，然后就找一个人蹲着。你就小雨会完了，克白克白，你听我说，你等下会自动复活起来，你先打怪。打怪，打怪，去打怪。对对对，你现在有力量一，你现在无敌，你可以尽量打怪。然后你可以过来我们这附近啊，你可以边救我们边打怪。好，你们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看到了。对对对，你就蹲蹲着蹲着。我会一直被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有猪猪，小猪猪会一直击退。嗯。哇。啊，那你，克白，你活下来，我们这应该都死透了。你活下来，活下来，去躲起来，准备躲起来。这边都是深海守卫，深海守卫干嘛？雷射要怎么躲？克白，你知道的。现在可以跑，现在可以跑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还有人死的吗？啊，都复活了。那我们各自散，自己努力活着，小心深海守卫。现在外面都深海守卫。这一波有点亏，这波有点亏。对，太多了。努力活下来，反正可以跑跳，可以跑跳。出来有点。真的。还有小桌。克白可以回来喽，回来喽。哦。又是他们放怪，他们是小猪，小猪而已。这时候小猪还好。有我小猪打死很多。哎。小猪有那个散弹，直接拿散弹直接打掉。没有，我这里有给大家经验，我这里往砍的。啊。等一下。有问题就说，有问题就说，你被追就给队友打。对，我死不死？不要对。